这张人物画画的是广清和尚啊，那这个题目叫做拈花图。那我们知道呢啊，这是有关于佛教的一个故事啊，拈花微笑是一个佛教的故事啊，就是迦叶当初在听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啊，拈花微笑啊，认为说他是真的是啊悟道了啊。那为什么我把广清啊，因为我住在土城这个地方啊，我出生在这个地方，我小时候就在土城的清源山山底下的农家出生的啊，就外祖父的家出生的啊。那我从小就看着广清和尚，所以这个对我的一个感受呢非常的深刻啊。那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住在土城啊，一边在台北艺大教书的时候呢，也经常在成年寺啊这个周围呢做活动啊，写生啊，甚至于啊打坐啦、啊、冥想啊等等啊，做一些啊，所以说等于说是修身养性的这种啊活动啊。那我就在土城桐花节，那土城呢桐花节呢是啊算是桐花节当中呢是在台湾算是首创啊。这个在土城桐花节已经办了20几年之后啊，我就画了这一张啊广清拈花图，就想说啊要跟桐花节啊跟桐花的这个意象的连结。我们知道土城那个满山遍野都是桐花，我们号称为这个啊三月雪，当它开得非常茂密啊，风一吹的时候像雪飘落一样，所以又称为三月雪啊，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名称啊。那我就画它好像拈花的样子啊，风吹下来，老和尚呢啊用手去拈花啊，去抓这个花啊，就是这是我纯粹一个想象。我想说啊，迦叶菩萨听了佛祖的一个说法能够悟道，那我想呢我们这个广清老和尚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本领啊，就是说他知道啊这个拈花微笑的这样典故，所以我就借由我自己的想象来模拟这样的一个景象，来画这个啊这一幅这个拈花图啊，来参加啊土城的桐花节啊这一个展出的作品啊。